盖楼下水来试航。好，为了咱美女要来上网来给你做试航大典。距离上一次送王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已经二十六年了。咱中德宫的王船是真真正正可以航行的，可以下水航行的船。王船落水哦！好，咱的王船正式落水。咱的千秋波浪正式起航，哇！出发喽！民主抢先看。早安，搞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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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大宝，来来来，哦，拄只看到大家，好多人在线上哦，哇，大家都蛮早起的呢。早安，早安，我们现在在澎湖白沙乡，先带大家看一下现场，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在做什么。看到咱陈水爷甲咱的太祖爷已经尴尬，遐尴尬来是咱的木栅二太子，是李太祖，李太祖甲咱的三千岁，因为咱龙德宫这块的五副千岁大天尊寿，就是由咱的五副千岁伫遮。咱看到咱的三千岁降下来，三千岁是好命的。上重要的任务就是咱的千秋宝杆，就是咱的王船要落海试航。恰巧龙德宫的王船是可以真的可以出海航行的。对啊，你每年要来进行上航的仪式，所以今年先进行的呢试航大典。带大家来看这次的主角，就是咱的千秋宝杆出来了。哇！哦，咱机师嘛过来，咱三千岁，今嘛来咱到咱的王船边啊。哦，咱三千岁去你王船顶啊！我今日来龙下水来试航，我为着咱明年要来上网来给你做试航大典。距离上一次送王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已经二十六年了，暌违二十六年的上网，非常难得。因为三太子已经足久足久无降下来啊，今仔日咧大代志应该是特别要来支持。哇，今仔日计互咱等着咱三太子也降下。另外边啊，就是咱这块的大千岁楼主，哎，最近卖咱的三太子爷，啊，这个其实我看应该嘛有年纪了吧？有年纪了，伊才来。
我都冇得来。一方面嘛，是因为咱的基础本身年岁较已经七十几岁，啊，特别的降价来，其实身体的负担拢正重。去你桥顶啊！哇，下来，尤其如果要上桥出门，这嘛是咱永历宫三太子非常大一个特色，就是出门拢会伫桥顶，徛伫桥顶。我即摆咱就跟咧咱三太子爷出发启程，来往港口来前进。从千岁爷特别有降价之时，咱这颗的赢王的所有的大小事项，拢交由咱的三千岁到四千岁来处理。啊，即卖是三千岁降价，啊，即卖伫个咱的王尊顶。啊，今看到咱二太子的轿马出来啊，咱赤坎中烈宫的木栅二太子。咱即卖在咧。这个三千岁，啊，伫往船，直接往港口前进。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，咱中烈宫的往船是真真正正可以航行的，可以下水航行的船，是认真的一艘可以航行的船，所以船顶的。包括就看到咱的三千岁，应该是算三千岁掌船啊，三千岁掌船，啊，搁有咱的小帆，然后搁看到的就是有一位船长甲一位水手，咱王船顶的人员一定要满足生肖哦，伊的生肖爱下，生肖爱下才会当上王船，所以今年咱这颗年爱上咱的王船呢，必须属龙。再看头前就是咱的王船师傅，来啊！你跟大家拍招呼 ，say hello 者。嗨 ，hello。这个是为着要真正可以航行，啊，有啥物爱较注意的所在？甲一般啊，纯粹上岸的王船无同的。第一，水密，就是船啊袂漏水。哦。啊，重心点，压舱要放好。哦，压舱啊，压舱放好，哎、哦。啊，注意平衡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注意平衡，压舱要做好，啊，水密要做好。对，你哪会讲得遐简单啊？啊，你重点都两行尔。滚！来，停炮！停炮！哦，即摆看到咱王船要落水啊！哦。王船落水哦。准正式落水。哎，各位千岁爷，陆陆续续请上龙船咯。咱的千秋波港正式起航。哦，出发喽！等下出海吧，好帅哦！哎呀，而且你看，你看，晒个平衡就大，就大只鱼无大只，哦，可是另外一只晒就大个。代表伊的平衡做了之后。对，老小鱼这拢是有咱朋友哦，恁做一位老做我们的老师傅哦，金帆大手哦，亲手拿到的。俺这边准备回杭州来了，我们今天要去旁嘛吼。哎。哇。完本完本，碎碎碎！看到这么帅的千岁爷，值！老板，老板，
哦，即摆咱清水崖，清水崖即摆落船，即摆伫咧岸边遮。三千岁，三千岁，即摆伫个咱的岸边遮，即摆后要甲咱的五千岁啊来请落船，嘛是咱看到咱三千岁清新将军，啊，即摆三千岁嘛伫岸边，清新来监督规个即个典礼进行。好，千岁啊，来准备要回家。现在看到大家在家里，那就是咱平湖的祭祖，那就是平湖的祭祖。哎嘿，因为今仔日咱王船安尼来试拍，啊是嘛，就是嘛代表讲，像咱一般新船，啊打造好要落水的时阵，啊是拢会结济。嘿啊，这就是吼，咱不管咱平湖大小只，包括快艇都济，其实吼，这是象征起来无？哎，好个好的兆头。祭祖，祭祖，哎，就是好兆头的意思。哦，哎，所以讲。这人若新村人就你一定要捡，吼，来捡倒来食。哦，我讲拄招看咧，你也在制作安尼，就食补平安，食补平安，好好彩头，哎，好找好找头的意思安尼。真的可以开了王船。哦，即卖现出时，咱的三太子跟二太子的其实嘛拢已经上桥，准备要回家，准备要回家。拿到制作路好运，拿到制作路的好运，赶快赶快！好，咱看到咱的李太祖准备入庙。大翅膀出巡大宝，啊，因为知影讲，咱三太子阿公已经足久足久无讲家来啊，啊，这边啊，特别来遮甲三太子阿公也讲请安，啊，第二就是讲吼，因为阮这边哦，足难得的机会，会当来到咱赤坎遮，啊，来记录咱今年这个千秋宝干的这个落水气泡，啊，唔知影讲吼，对这边对来阮团队有啥物款的所在，请三太子阿公支持，会当改进的咯。非常欢迎你们来团队来参与这次活动，也祝福你们啊，这个团队很顺利。好，你啊，多谢三太子阿公，多谢三太子。啊，岳父岳母，三户，哎，都和三太子在大位呢。对啊，因为毕竟主公，咱的车坎两六间的主神就是咱罗车三太子。对。所以我感觉吼，所有透过机身来降临来，这所有的代志，其实都是以身作则。对，得教大家。真的，就是咱唔免看课本啊，看这爱看看的，就知影爱安怎做啊。对。